这两天没拍视频，今天来讲说下子这几天干了什么事。这几天主要是最近啊，吃了一辆贝拉尼250，250，颜色呢原来我不喜欢这款颜色，但也没办法，20的，这个价格市场都是市场价格，有买有卖，肯定卖的肯定他肯定要赚一些。对吧？这个车子从物流直上来，那物流服务差了一批，自己车，我你妈，它是小物流，看到了？那个叫大太阳晃晃的，热掉了，然后骑上来，骑上来呢，摩托车因为二手摩托车嘛，肯定有这个小问题，然后开到那个芜湖的贝拉尼专卖店，然后就换了一套那个油泵，看到了？然后之后最近呢，在那个 APP 啊上面申请了转接，然后落户到我这个芜湖这个户籍。然后呢，就是已经申请了，就是他这个说最少需要3个工作日，然后就过完户，因为我这边手续具体流程还比较的。到底需不需要什么证件还不要的？到时候呢，我要再做个视频。我这个是委托这个电影的，他给我们帮忙过户。当然了，他也赚个跑腿费，然后自己也把车子整了哈子，给加装了哈子。这是二手，就算没二手车，你要稍微搞哈子，这是钱你必须花，但也没什么多少钱，但几万块钱吧。然后呢？夏天呢就不准备铺了，因为天太热，怪这个油价升高，我就加了8升油，72块钱，然后我就没加了。然后就是这个车子主要是什么？因为贝拉尼250，它这个车子讲是意大利跟中国合资的，应该是老牌子，意大利老牌子，贝拉尼是早期还是不错的，后来它倒的了。然后中国又，然后后来又去生产，但是中国又把它收购了吧？然后现在就等于是国产的秦江，我同你晓得吧？秦江嘛，然后就是浙江那边。总体来讲呢，它跟那个日系四大品牌没得比，像国产生产这个没得比，虽然没太好的也没钱，所以才买的就是国产一线的，总比那是浙牌的要好。就是算重的那种，代步用，那档位车嘛，就叫做摩托车。搞个踏板车，那不是摩托车，好买踏板还不如买那个，就是电瓶车了，对吧？所以讲，平常没得骑，平常骑油费怕人也不是，是吧？就有事的时候、办事的时候骑，然后买学驾校。拎车子就吃屎，就只是这样子。等过户的时候，我跟店主老师那个人要 key 二的，因为我在等他的通知，等这个手机 APP 的通知。现在只是个预约，就是排号，拿号在等。他3天之后发通知，然后就 key，到时候再做个。怎么样一个二手摩托车这个交易这个流程具体流程，再发个视频。今天的视频也就录制到现在，聊聊几句就行了。